圣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耶稣降临的那一天，圣约瑟抱回橡树枝，在马厩中点燃火焰，为耶稣驱赶走夜晚的寒冷。大部分塞尔维亚人信仰东正教，遵循尤里亚诺历，他们的圣诞节是每年的1月7号，比格里高利历晚13天。在这一天，他们像圣约瑟一样点燃橡木枝，期待耶稣的庇佑随着篝火的温暖降临。派特里克·伊利内是东正教塞尔维亚教区的牧首，他是整个巴尔干半岛东正教徒最敬仰的精神领袖之一。每一个圣诞节，派特里克·伊利内都会来到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教堂，完成整个庆典最重要的部分。在地下的圣堂里，派特里克和信众们将一起祷告2个小时。他们使用的语言是古斯拉夫语，一门主要用于宗教中的书面语言。公元6世纪，一支斯拉夫人越过多瑙河来到巴尔干半岛定居。经过400多年的开拓，公元10世纪中叶，他们建立起第一个名字中含有塞尔维亚的国家。如今的塞尔维亚是一个国土面积将近9万平方公里、人口1050万、以斯拉夫人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塞尔维亚有众多世界文明的称谓。它是巴尔干半岛的大门，是欧洲的十字路口，是连接东方和西方的纽带。塞尔维亚人秉持着自己的信念，当道路充满荆棘，就去锤炼勇气；当内心已经无所畏惧，就去征服天地；当站稳脚跟，就去追寻梦想。10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在家园的各处书写着壮阔的历史。苏哈比和穆萨比两兄弟正在前往菜市场的路上，他们与大哥巴拉一起经营着祖传的甜品店。每一天，三兄弟会轮流来到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菜市场，挑选干果、面粉、当季水果。三兄弟是老主顾，亲自挑选原料是家族好几代人延续的习惯。1851年，三兄弟的曾祖父创建了这家名叫派利文的小店，专门制作塞尔维亚传统甜点。派利文的分店曾经遍布整个贝尔格莱德市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这座城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德军的轰炸瘫痪了所有的公共服务系统，而盟军的轰炸持续了半年之久。贝尔格莱德30,000栋建筑有将近一半变成了废墟。派利文甜品店传到三兄弟父亲的手中时，只剩下一间不到20平米的小门脸。1999年，三兄弟从父亲手中继承了甜品店。36岁的巴拉是跑堂，负责接待顾客。24岁的穆萨比负责运营，为小店招来更多的生意。35岁的苏哈比掌管后厨，他从父亲那里学。Kažemo od 16. godine kad sam sam dobio to da nekako vodim, slučajno se desilo, otac nije mogao iz Sirije da dođe, e onda sam postao svjestan da ovo mora da teče. 40 年前，三兄弟的父亲从叙利亚来到贝尔格莱德，在这里遇见了三兄弟的母亲。他加入了派利文甜品店。100多年来，这个穆斯林家族一直在制作着传统甜品。在如今的塞尔维亚，人们或许拥有不同的信仰，但钟爱的却是同一款食物。Pa s obzirom da su Turci bili ovdje 300-400 godina i da su mi te njihove specijalitete zadržali ovdje, vjerojatno su mnogo dobri, a i naši ljudi ovdje vole te slatke stvari sa orasima i što je puno šećera. Tako da mislim da nema ništa specijalno osim toga što je tradicijom nekog nastavljeno to iz Turske. Da vam pokažem slike na Instagramu. Da. Šta su napisali na komentar? Ona je napisala, sad ću da ti kažem. Kaže, prisjećanje pradekine mladosti u njegovoj omiljenoj posjetičarnici kada je bio momčić, Novi Beograd je bio močvar na, kaže, kojoj je on sa drugarima brao cvetove lokvanje i prodavao gospođama, a od zarađenog novca su išli na kolače, vozu ili munadu u pelivak. Mi smo malo hteli da mu vratimo slatki ukus mladosti. Baš. Baš. Ima mnogo... 派利文主打的甜品超过40种，既有奥地利风格的蛋糕，也有土耳其风味的双糖油条、三角包和千丝糕。塞尔维亚人爱吃甜食，在这些熟悉的味道中，他们收获伴随一生的幸福感。Znaš ti da je sa 16 godina kad se imao otac?
prvo nauči da pravim baklave. To bolje pravi. Pa naravno. On znači, znaš ti kako se to kaže? Učenik bolje od učitelja pravi. Da sam ja najbolji. Ja baš čekam da mu kažem. 食物只是文化融合的一个缩影。塞尔维亚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作为欧洲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民族、国家和信仰，在这里上演了几个世纪的纷争。全长940公里的萨瓦河，曾是南斯拉夫的内河。 在塞尔维亚汇入多瑙河。多瑙河是世界上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穿过欧洲四个国家的首都，它有五分之一流经塞尔维亚。在萨瓦河和多瑙河的交汇处是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任何一支想要征服贝尔格莱德的军队，首先要攻下这座位于两河交汇处的堡垒——卡莱梅格丹。 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匈奴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都曾攻破和加固这座城堡。为了寻求独立，塞尔维亚人曾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些颅骨。 已经在一座塔里静静地待了两个多世纪。1809年，一支塞尔维亚人组成的军队在东南部的尼什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击溃了起义军，他们用952个塞尔维亚士兵的头颅铸成了这座颅骨塔。 统治者用这样的方式来震慑塞尔维亚人。两个世纪来，这些颅骨不断地被认领，但仍有58颗留在塔里。在塞尔维亚人漫长的战争史中，他们一直站在基督教世界对抗穆斯林的前线。战争的年代已经远去。 但英雄的名字和骸骨留了下来。位于塞尔维亚中部小城丘普利亚郊区的瑞瓦尼查修道院，已经建成了600年。在这里修行的神父和修女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守护一位英雄的骸骨。 这是虔诚的东正教徒与上帝以及圣贤沟通的时刻。在这8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修女们吟唱着自己谱写的赞美诗。此时，房间内有一位重要的听众。 他已经在这里安息了6个世纪，他是塞尔维亚的民族英雄拉扎尔大公。1389年，塞尔维亚和奥斯曼帝国在科索沃展开决战，拉扎尔大公率领几乎所有的塞尔维亚贵族战死在科索沃平原，他的遗体最终被安放在瑞瓦尼查修道院。 自此，塞尔维亚人被迫接受奥斯曼帝国长达500年的统治。从那以后，来自两个民族的文化在同一片土地上碰撞，但塞尔维亚人从未放自己的传统。
最后将包卷菜和整块猪肋排一起用小火慢炖5个小时，酸菜的清爽吸收了肉的汁香，就有了塞尔维亚人逢年过节最熟悉的味道。 波尤娜是塞尔维亚国家歌舞剧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她20岁时进入歌舞剧团，已经在这里跳了19年。为了纪念国家歌舞剧团成立70周年，今晚举行了一场特别演出。 Udobno se smestite i prepustite umetnosti narodne igre, pesme i nastupe.35位塞尔维亚最优秀的舞者，将在一个半小时里为观众们献上8个舞蹈曲目。 塞尔维亚人热爱舞蹈，对他们来说，跳舞不仅是娱乐，也是他们记录生活的日常手段。在塞尔维亚所有的民族舞蹈中，最特别的是科罗舞。波尤娜现在跳的就是科罗舞中著名的曲目《来自泥石的邻居》。 它描述了发生在乡村里的一场爱情故事。Well, Kolo is a kind of dance that is deeply related to our tradition and to historical events, and we dance it mostly when we are happy. 在塞尔维亚人的生活中。 科罗舞适用于任何场合，在婚礼上，人们用科罗舞表达祝福和喜悦；在恋爱时，人们用科罗舞表达倾心和爱慕；在祭祀中，人们用科罗舞表达敬畏和虔诚。 是南斯拉夫人在18世纪发明的一种舞蹈，是塞尔维亚最常见的社交娱乐。一两个人是没办法跳科罗舞的，最少需要3个人。人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期待着更多人的加入。在聚会中，在街头，在赛场，不分男女，不分老幼，塞尔维亚人可以随时随地。 挽起手，跳起舞。科罗舞动作并不复杂，它根据不同的场景呈现不一样的动作。在表演时，舞者的上肢动作很少，重点依靠腰部的摆动和脚步的变换来演绎不同的生活细节。专业的舞者练习的最多的是步伐和节奏。 现在，波尤娜每周都会兼职到舞蹈学校给孩子们上课。她给那些想要成为专业科罗舞者的孩子打下最好的基础。她的女儿海蒂也在其中。 今天是波尤娜和孩子们的一次公开演出，也是她对这些孩子的一次考核。她希望能找到最有天赋的孩子，培养成未来的首席科罗舞者。 I know she can be a professional dancer. She is hoping that one day she will come here and dance instead of me.
but I'm not sure she will choose that way when she grow up. 科罗舞是斯拉夫人共有的民族艺术，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叫做科罗舞，但在保加利亚和马其顿则被称为赫罗舞或者奥罗舞。这种起源于几百年前的舞蹈不但没有消亡，反而成为巴尔干半岛上斯拉夫民族越来越重视的肢体语言。从塞尔维亚人建立第一个国家至今，已经过去了将近1100年。他们曾单独或和其他人共同建立很多国家：塞尔维亚王国、南斯拉夫王国、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黑共和国、塞尔维亚共和国。1928年，雕塑家伊凡·梅斯特罗维奇创作了这座胜利者雕像，用来纪念塞尔维亚人在被统治了500年后重新获得了独立。不同的民族和信仰在巴尔干半岛上演出的跌宕历史，塑就了这片土地多彩的魅力。